这球的三毛十八封情书，恭喜月上心头粉丝还升到21级。谢谢 Crystal 的星空火箭。恭喜嘉宾无糖粉丝升到17级，谢谢2万豆腐的飞机哦，又到周六，1.5倍亲密度。为啥要回家？你没有买东西吗？对面是南枪打野，我们边是大圣。对啊，说好的诺手配猫咪呢？我玩了猫咪，结果他没有选诺手。假如生活欺骗了我。全军出击！千万别和人说。哦，诺手被搬了。哦，没注意。恭喜风随我动粉丝牌升到20级，谢谢沐春送的30封情书。对面拉克斯哦，拉克斯加女警，手好长来的，但是你的手再长有我的摸鱼飞弹长吗？那不存在的好吧，没事就上去摸你一下，老色批了。下午茶的星空飞机，哎呀，当了一个兵，一个不小心，哦吼，没有蓝了。打不到，打不到，绿绿绿绿绿绿。好活。我没有蓝了，兄弟。何必呢？真的假的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女枪她认真的吗？就不把我当个人呗？什么意思？演我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我觉得我应该下来耗点血，说真的，像我这种点了砍倒的人，这血量满的其实不太好。比他们低一点就好了。嗯，没跳上去，我又满血了，烦人，下来耗点血吧。扛一下小兵好了。有方阵亡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摸你一下，哇，好痛哦，这就开大了，这么真实的吗？大招劝退，哦，他没有蓝了，兄弟你没有蓝了，是不是不要在这里骚了？谢谢胡啊！恭喜点圈圈圈粉丝麦升到十九级，恭喜胡了吧唧粉丝麦升到十八级，恭喜多余的温柔粉丝麦升到十七级，恭喜少年时代最爱你粉丝麦升到十六级。谢谢我帅到没人喜欢送的甜蜜卡丁车，恭喜我帅到没人喜欢粉丝麦升到十六级。谢谢改名中小班的幸福摩天轮，恭喜巡查提醒粉丝麦升到十六级。我们会成为永远的好朋友，除非你打算用脸蛋草丛。
是狮子的后代，你是树的后代，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。要摁杀，我看出来了，这波我来扛，好吧。他不要我下来，上次想下来给他 A 个盾，他还说不要下来，他要那个 W 的加成。猴子应该被他们发现了吧，感觉。又开大了。这个大有点随意啊，我发现兄弟。哇，中路那个辛德拉真的吓人。这把可以浪，这把当然不可以浪啦，
有多少把都是被浪输的，交了闪现有啥用呢？我寻思这大姐也真挺有区域的。哦，浪了一个头给我耶。这个头是摁让的，被我发现了。大姐还想搞事儿，命令整没了，哈哈，舒畅。这种在人家要回城的时候突然在这边走来走去的人真的好烦哦。什么？你们已经开始准备让我出杀人书了吗？有点过分，有点过分。你好，新来的朋友。你要是打算浪，还是先出两个辅助装吧。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出书了。这辛德拉也是肥的一呀，好坐骑。自己的脑子还是鼻子还是太阳光斑，跟着那个好了。哦，这里没有眼。你饿了吗？我在第237页藏了半只老鼠。书没出来，游戏结束了。恭喜悲苏清风，粉丝牌升到20级。恭喜10306116355粉丝牌升到15级。恭喜倩哥背后的男人粉丝牌升到，你在哪儿呢？诶，没找着。那女警跑哪儿去了？哦，在那儿啊。怎么走我们塔底下去了？恭喜冰封王座粉丝牌升到17级，恭喜天鹰粉丝牌升到20级，恭喜是胖子啊粉丝牌升到18级，谢谢紫离复权的飞机，谢 Frankie 的飞机。哦，突然刷到一个拉克斯，不打龙吗？为什么扛伤害的是我？这里有个眼哦。哦哦，我开头了。我记得这里有个眼，把它排掉吧。啊，排不掉。哎，不是真眼。哎。我是一个 K 头怪 ，K 头本领强。什么？对面怎么还没有头啊？24-3了都。估计在互动，这对面我都看不出有什么互动的点吧，他们互动起来那不就大哥双二哥吗？有啥可互动的吧。
我们这猴哥咋回事啊？教育网吗？这也太秀了吧！冷哥，你为什么不买鞋子？因为猫咪有坐骑，不需要鞋子。水友说的，大腿说的，他说了不需要鞋子。嗨呀，可惜。秀起来了，秀起来了！有没有五杀？没有。不要抢，不要抢他的五杀呀！完了，被抢了，真过分，这个人。给五杀挂机，神秘代码。恭喜上鹏粉丝麦升到20级。耶！躺赢的一局。这就是那句经典的什么拴条狗在身上都能赢。好，白银三有分数可以掉了。索然无味。还好还好，能赢就好。现在已经不追求什么游戏体验了，在输了几局之后发现这个游戏赢才是最重要的。游戏体验是什么？